多少你卖要你卖买十斤也可以啊。嗯，对不对？一斤一斤多少收的你？要是有的话，一斤嘛300多呀。时尚粉丝们希望看到你俩穿上民族服出来露个脸。行，改天，哎呀，不对。我先看到老莫和二的穿民族服，特漂亮。我把那个衣服送给莫哥了。呵呵，那什么时候也送我一件？那你的估计等的时间有点长。哎，洗好了吗？到时候可以把我爸的头给你穿，行不行？排骨、山泉水是自来水。哎呀，他有湿纸巾，他不舍得用。终于直播了，排骨干嘛？要排骨吗？有天麻吗？有啊，我知道有的排骨，排骨有啊，排骨那个不就是吗？啊？嗯。看很多人要哦，这个小辉，他问你有没有排骨哎。小哥哥是不是之前买过？他应该是没买过，在群里面好像是没买过。嗯，有排骨啊。排骨。但是排骨不多，排骨楼板上，你看一下，给他们看一下楼板上。啊。手机给他们看一下楼板上。怎么看？就这个。怎么镜头你给楼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能看到楼板不，哥姐们？现在能看到我们楼板吗？楼板上面还有排骨，但是不多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哥姐们有没有知道这个是什么的？咱快点，快点上，快点上！之前买的排骨好吃，琼姐买那个是琼还是什么字？这个字是不是琼？嗯。然后这个字是不是琼？琼。琼是吧？琼。琼姐之前有买过，这个知道是什么吧？哥姐们，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是13的头，二的头。哎呀，不是，就是对，猪十三的头。要让顶哦。猪头，对，猪头肉。来，这猪头肉啊，这个是猪头肉，这猪头肉。来，那还有个猪头肉，这儿块猪头肉，这儿。猪头肉的话，我们就是平时的话就是，会那个啥一点，来你们看一下好不好吃，看一下这块就知道好不好吃了。猪头肉是平时的话会，就是熏的时间要长一点，因为我们的猪头肉是没有剔骨头的啊，这个是没剔骨头的，剔了骨头的已经收到楼板上去了，这个没剔骨头的就熏的时间要长一点，啊。啊，还挺聪明的，猪还在笑。啊，你要不？对，这个猪还在笑。我们把这个，就是把这个地上这个整理一下，我们就坐在这边跟粉丝开播吧。这个不能整理的，这个回头要烧的。嗯、这个回头要烧的，他们那个啥，猪头肉好吃，买回来还在。不需要买回去，直接清洗干净，直接下锅煮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的猪肉的话有一点点咸，然后回去的话要煮一遍，然后把第一遍的水倒掉，然后再煮一遍。终于看到了，我看到你了。你要拍我吗？我没有拍你。你的头发很难看吗？我没有拍你。来，我们的那个猪肉啊，我的这个猪肉就是好不好吃，看这个就知道了，看这个就知道好不好吃。这个是因为挂的鸡，然后猫跑到上面去被猫吃了的，够不着的他就没吃，够得着的被猫吃了。比莫哥帅，上腊肉。比莫哥帅，阿乐天天说拍一下很帅。阿乐天天说我没有老莫长得好看。
到底是他在骗我还是你们在安慰我？都没有，都没有，哥姐姐们也没有骗你。然后反正以前我是觉得我是最帅的，但是自从我头发剪成这样子，我没自信了，没有自信出镜了。等一下我们看看你的脸，你再露个脸呗，老莫是哪个？再看看，是没有都看到你了。我现在是没有自信出镜，不是我不想出镜。当当当当，张了啊，他不要。没有没有，我们不要笑话那个，我们就不为难凡哥了。凡哥他，等我搞个发型再出去。凡哥他剃了头发。凡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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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跑！跳了吗？你不要跑！你在躲什么？你在躲什么？哎，不要照了嘛！来来来。这整体给你们看一下，整体给你们看一下，不是他剪了单，凡哥之前因为住院，他做手术，然后头发被护士姐姐给剃光头了。我转过去啊。帅气，好帅气，帅帅帅，好看，把他转过来，把他转过来是吧？他不要。等我搞个牛逼的发型。再出镜。头发好看，头发还没有长长。他以前长头发的时候挺好看的，帅，阳光，帅帅帅。来，把你的影子给他们看。嗯嗯，哦，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这就是凡哥，来，别动，来，凡哥在那儿。干，你这头发，这头发跟老改犯一样。他们看你影子看到1600多人了。你跟个老改犯一样，哪里老改犯？别拍了，哎呀，我转过去了，你不要拍，我转过去了。你转到哪里去？我要面对着你啊。为什么？我想看你啊。啊？可是你。干什么？你们看上凡哥，我要笑死了。嗯，短头发好看。那头发也不丑，丑还不丑，在艾尔心中最帅，对，啊不是，没有，你不要再照了，我转过去了。他们看你影子都快1700人了，我照着你了，来来来，看大刀。没有，我是这样子啊，等我头发长一点，然后我去稍微剪个发型，我再出现嘛，好吧？你们看，他的。你为什么你拿我水开心的？对啊，我挺开心的呀，难道你不想让我开心吗？我想啊，那你就拍我背影吧。嗯，有福气相，男人有什么好害羞的，不自信。不是害羞，是难看，太丑了。不是，他对自己要求很高。主要是他们现在能看得见你的。主要是你长得太漂亮了。你跟你在一起，我有点自卑。跟我在一起，你自卑？对啊，你得了吧。现在这种发型，那我有点。头发越短越牛逼，有点像老莫哦。不像，他跟老莫脸型都不像。莫哥，我是真男人好不好？老莫那个有点像女人，好吧？哪有你这么说的？本来就是、啊。老莫看起来都不能晒了，你看我晒的多舒服。嗯，你为什么晒？那你为什么被晒黑的？男人就一千七百人了，凡哥。你让他给你点一下关注吧，我就没事了。来，来，我直播间哥姐们给凡哥点一下关注。一直这样子嘛。我们给凡哥点关注。给二点关注，不是给我点关注。我说给凡哥点关注，竟然没人点。给二点关注。那哥姐们，你们给我点一下关注吧。看见侧脸的不错嘛，转过来。他不转，我拿他没有办法。谢谢关注，看给我点关注，就是好的哥姐姐给我点关注哎。看没有，还是我比你背。我知道跟大家聊什么。我今天在就是群里面跟他们说，就是我说晚上聊什么，聊一些就是说，对养生的东西。哦，小凡凡转个脸，来，你们叫小凡凡，那。然后他说了，啊、哎，你不要这样子嘛！干嘛？我都不敢转过去了。啊，那我转过来行不？
真是，你现在都开始辣肉，拍腊肉，拍腊肉，哎呀，太为难别人了，我没有为难他，好吧，是你，哥姐们，你们好烦，是你们非得让我非得要看他，我对不对？我身材好，我给你们看吧，你们又这了那了，好帅，比老么帅，看一下又怎么了？头发不短了，现在长长了一点点，他刚刚回来的时候都短，长长了一点点，好逗啊你！我在不是在帮助大家的吗？对不对？大家都要看，你给他们拍一下腊肉。就是、啊，好，我在拍腊肉，我没有拍你哦。我在拍腊肉。我在拍腊肉。我看到影子了。啊！我太笨了，反正能看到我影子。帽子给他戴上，立马。什么？实在不要矫情。我也不爱我戴帽子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么矫情干什么？来，哥姐们，大家给我点一下关注，能点一个算一个，谢谢。你们给我点一下，多点一下，大家给我点一下关注，我给你们看看凡哥长什么样儿。今天第一次看到你的尊容了，尊容是什么意思？看到了吗？你他妈过几天还矮、哎，对，你他妈说过几天吗？矮、哎，你个矮子，矮子。还不满意，你们看他不满意了。但是有东西、啊、有蚊子。有蚊子吗？不是，是那个蝴蝶。啊，是蝴蝶还是蚊子？你角度不对吧？啊，哪里角度不对了？1800人了，哥姐们，你们给我点一下关注。凡哥来了啊，一直在笑，好开心。嗯，是的，165，反正好像1.7米吧。对，这是他说的我角度问题。角度问题。拍腊肉，不要拍我。啊？拍腊肉，不要拍。好，哦，知道了，我拍腊肉。你可以看我了，我在拍腊肉。你又在骗我？我没有骗你，我在拍腊肉。我们那个啥嘛。啊？哎呀，我们。我在拍腊肉的嘛。正经是你，人家今天下午那个小辉在群里面一直说他要排骨，你赶紧排骨给他上，不要拍我。排骨上了吗？对，你给他，不是，我说你给他拍，给他看一下排骨。哦，要不要？哦，好的。不要一直拍我。小辉哥，你还在不在？我给你看那个排骨了哈。嗯，我给你看排骨。我也是排骨。我现在已经不是排骨了，我现在已经是。